夫人，该带的全部都带上了。好。带不走的也都封存在库，派人看好了。只是怎么了？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说吧，这只有你跟我。沛公特意交代过，说此行要带上曹石和刘肥，是不是派人去接一下？好儿子，见了你爹好好表现啊。哟，哎呀，我听说了，刘季让你来接我们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你怎么不通知我呀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刘季呢？啊，我儿他爹呢？哦，他是派人来了。啊，可是没说要接你啊。你胡说你！他不可能忘了我们娘俩。哎呦，我也纳闷呢，他怎么就把你们给忘了呢？娘，他忘了我们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别听他胡说，他知道什么呀？行，不接我没什么，但他可是刘季的种，他不能不管。咱家的孩子都在那屋睡着呢，一个也不少。你放屁！你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等着，等着我见刘季，你看我怎么说。走走走走走。娘，这鸡不白吃了吗？你吃个屁！走。